卤味香气十足，十大夜市这家卤味名店有周杰伦等名人加持，总是大排长龙。不过现在不用出门就可以吃得到。十大知名卤味看准每年破亿的宅商机，花了一年时间研发，首度推出网购卤味。 名店力拼差异化，要杀出一条血路。罕见推出卤味套餐，有多打酒样菜色，最特别的还有三杯口味，再加只要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享受美食。要靠年轻人团购，再拉抬业绩。卤味带点八角和中药味，西门町老店受到许多明星青睐，也是林青霞的最爱。名店的第二代传承技术，不止在百货公司开店面，同时跨入网购市场。卤味名店进军网购市场不到半年，但光是网购 收入就占了总营收的三成。店员指出，鸭舌头光是一个月就可以在网络上卖出800到1000包，鸭翅单月最多也能够热销1000包。是会比较方便。怎么说？就不用出去就可以直接买，还蛮方便的。除了网购方便，一方面也是国内实体店面的卤味市场趋于饱和，必须另辟蓝海，也让名店战火一路延伸到网络市场。记者洪希宇、李文科台北报道。